他就讲，你说你贸易跟旅游，哇，这个一打下去哦，这个伤害太大了。他一直拖到最后，他还是不要给中国，就是还是要让他开放。我觉得，所以现在有人要罢免他了。我觉得说，他这么说，他真是把这个人民的健康哦，啊这样子。就是没有把关，他身为两位中最重要的人物哦，所以有人不想全人类的健康。对啊，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台湾的外交部应该会利用这一次的，我希望的哈、哦，我想也会啦啊、哦，我想那个，其实这些民主的国家都很支持台湾。不能有漏洞了。那、啊、现在台湾的资讯从哪里来、哦？因为我们像这一次，很多中国以外的里面有 case 的，他们有开会了。啊，我们所有的国家都有被邀请，只有台湾没有被邀请。啊，台湾本身有 case 啊，那要知己知彼，你才有办法抗这个疫情嘛。啊，中国他没有给你。给台湾资料吧，那我们台湾资料从哪里来的？就是只有经过美国嘛，就是我们美国好朋友 CDC， 但是还不是，所以我们拿到了还是经过转一手啊。所以对台湾人民觉得台湾对世界那么多的贡献哦，啊，其实真的很伤心啊，而且很就是。觉得很不公平啊，真的很不公平啊！希望说这一次会有一些转变啊！希望说啊，其实我在那边就看到每一年都在讲啊，啊，理论上讲全部都对啦、啊，啊，没有事情呢，大国就是还是要有些地方还要靠中国啊。啊，其实台湾加入联合国，这个已经是不全然是。防疫啊，健康的保健的工作啊，就是政治的角力哦。去他们看的问题就是这样子。我希望说，唯一的期待啊，我们台湾的外交能力不够，我们也没有在里面嘛。我希望说，民主国家，高大的比较强的国家，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欧盟、日本，希望这次他们就是。讲得比较强一点，啊，强一点。其实外交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了，看你大家要替台湾坚持到什么程度。我希望今年，啊，我们母国台湾哦的外交部文部，啊，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跟世界爱好民主、自由、人权、健康的国家哦，好好准备一下，因为还有五个月嘛，哈，希望我们今年能够进去了。不过我们进去还是最多只能做观察员了，因为我们台湾在联合国不是会员啊，哦，啊，其实台湾曾经在那边一些大会那边当观察员，有当了八年嘛，有当了八年，哦，其实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就是这么讨厌台湾，那我们也没有办法。我还是我第一提问题，我现在还是比较关心就是，就是美国的情况可以。有啊，就是美国现在达利，加州三地，而且康体就一地，就想请。医生，到美国的情况，我介绍一下，近日反映我们奥利卡的现在的情况。你说那个三个病例的情况呢？就是生病，对，就这次这个情况呢？对，这个美国情况就是美国，因为这个我们都生活在美国，确实是很开心美国。对对对。OK， 好，就这样。你们三例的现在的情况是不是？现在或者下一步这个发展趋势，你说在美国，在美国，主要是美国。
这就是新冠状病毒肺炎，现在美国已经感染了发病，对，加州三例，加州最多，完了，Orange County就是我这个county就已经，所以我是比较关心美国的情况，就是美国情况现在的情况怎么样，下一步呢，我这个发展趋势。对，那就是说，公共卫生要做的，现在做的不错，就是说。 那些病例要隔离的，隔离就是要至少要14天嘛，14天的那个潜伏期过去的就这样，所以他美国这里有病的话，他们有那个必须 nurse 天天去看，那这所以还有。 他们就是会educate people， 那些病例的话，当然会 close door 了，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因为给病人 advice 怎么做的话，通常一般病人都会 follow 那些 instruction， 所以在美国。 爆发了那个社区感染的可能性很小很小，所以到现在是很小的哦。那这个病的话，至少从武汉回来的话，大概我看，至少10月8号开始就有人回来了。那10月8号到现在已经2个月了，已经快2个月，所以没有社区感染的话。 那大概应该会控制下来，所以因为这里的医学还是比较发达，因为这里有一层层的保护嘛，所以它应该不会，OK，所以没问题。这个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武汉封城了。 武汉什么时候封城？还没有两个礼拜吗？还没有。你一定要封城，当时候跑出去那500万，你要找到，那个都是有可能传染的，那个是一个完全未知数，所以我没有那么乐观的，因为那出去所有。 全世界都是从武汉那边出来，包括找到病源了。我们最怕的怕，我们黄志刚刚讲的社区感染，他得病但不知道他从哪里来。哦，那是对，但是国外都晓得。但是你说武汉的，你现在得病，你知道你从哪里来？不晓得吧？鬼堆呀！他在武汉里面还有900万人呢。你得病，你知道你从哪里来吗？他不晓得。 所以我说了哈，我自己的看法，我觉得是这样子的。你要等到封城以后就比较控制了，你封城以后就是局限，讲的难听就是900万的人就是甚至没有了，就是这样子。看你就是看你，有的人会得，有的人症状很轻，啊，好像是会死嘛，得到会死嘛，啊，这比较严重的，好像就是会死嘛，就是这样子有个。 比较clear picture出来，但是这个14天的incubation period 还没有过，我是认为啊，个人认为说，你要等14天以后，看武汉那边或者从武汉那边跑出去的，有多少发病，所以我是说，还没有到高峰啊，我是觉得，因为这个14天还没过，还会，而且现在。 现在，所以美国才会这么紧张嘛？14天以内去过中国的，他都不给你进来，因为他把那个 source 这个感染源全部这个。那我们像我们今天呢，就是看那个戴口罩了，啊，我们也没有戴啊，啊，我们难道不怕死吗？我那边都没有看人家戴呢，我们因为。 不是啦，那我们医院没有人在讲口罩，为什么？
因为我们里面没有你从武汉来的嘛，你病人在哪里呢？你跟我讲啊，你带了八个小时，你小 CT 就叫你被丢掉，你又去的时候，那个口罩就没有了，你应该保留起来，现在对不对？所以大家没有带，我认为是正确的吧？台湾认知甚至认为说，学校学生不用带，班级学校里面教室里面，这个有没有严重？人最多了吧？他说你不用，因为你没有这个 risk factor。不是，因为你要看管控的，像台湾那十个里面不止没有人过世，而且十个里面九个都康复了，剩下一个只要需要一点点的氧气，那个是胃部的不怎么讲的，所以这十个都不会死的了。哦，当然是还是，所以这个国家啊、哦。政治要对，而且人民水准要够了。你对你自己的一个社会一个信任的 duty， 你自己要知道，不要因为你自己去影响到其他人的。哦啊，所以我不要说比较这个人跟人有高跟低了，不过这方面在中国还是蛮欠缺的。所以我是认为可能还要再流行一段时间了。感谢，首先我要感谢大家参加这个活动。我跟有开吗？有开的。有要记一点。我跟王医师认识35年，那我先从头做到尾，也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学了不少东西啊。那他的。非常宝贵的经验啊，我必要听得很清楚啊。我看了这边，大家今天能够参加哈、啊，是我想很多人很希望来参加，可是都害怕被传染，所以你们非常勇敢，而且几乎没有人戴口罩，所以我们也是相当很明确的一群人了、啊。不随便，比较理智啊，不随便相信，戴口罩啊，最少我们学会了很合适的什么时候应该戴口罩，那学了正确的看法。我的确也有很多问题要请教王医师哈、啊，他刚刚提到说这个 coronavirus。coronavirus。只在活的动物跳来跳去的动物存在，在水里面不活的，这个是什么原因？你说在动物，在水里面的动物不会得到，就在活的在路上的动物才可以感染。他就是说啊、这个普通话就是只有在不用用医科学上就是说。医学上就是说 coronavirus 有的都地方就在只有动物才有，那在呼吸从来没有被发现过，就这样。那你可以问为什么？那科学上就通常就是看有证据以后你再去找原因。不过这个就是一个现象，只有在动物才有的 coronavirus， 而且。不但有，他们有时候会生病。那像人类的话，还会 common cold。那动物的话是没有那个。一般说来，不是说动物，但那个海鲜水里面的动物是通常都是没有那个病毒。所以他们说，这个在这个水产里面的那个发炎，可能是跟那个水产的动物大概没有关系。是那个那边那个叫做西湖，就是海鲜市场嘛，里面有很多动物的，非常多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海底捞。对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哈，你说到这个能够这个歪的跑到人的动物的身体上面，就跟我们结束以后呢，它会。
在我们这个身细胞里面的 receptor 结合以后才能够引起这个传染这个病，对吧？对，这是没有错。如果我们想办法想通了，我们把我们的 receptor 通把它封掉，它进来也没有用啊。我们的 receptor 没办法封掉，因为我们剩下的就有了。那你要什么时候封掉？那封掉的话，你就是没办法封掉。就是专门对这个 virus 的需要的有效。对，你是说它那个 virus mutation 以后，它那个 structure 变了以后，刚好可以套进去那个 epithelium cell 的 receptor， 那它就可以进去。那你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说你有办法没有办法把那个 receptor跟变到现在没有办法，也许有一天，这个液态武器做的是发明了一个方法，你得了诺贝尔奖金。因为我们现在，我想大家朋友在这边有吃高血压的药啊，那高血压的药有一种药，它本身是那个转酶体的阻挡剂啊，刚出来的时候呢。这个阻挡剂把它这个酶把它破坏掉，破坏掉以后就不会造成高血压。后来这个阻挡剂呢有副作用，被病人吃以后咳嗽或者喉咙痒，所以后来他们就发现了，原来这个阻挡剂呢它需要那个 receptor 就是受体啊。我们发现呢，因为那个药作用在那受体，所以它就造成一个 receptor blocker。就受体的阻挡机，我们吃了以后把那受体挡住，所以就会造成高血压的被挡起来。这个观念我想是应该是一样的观念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药把那个受体把它挡起来，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分辨那个受体，我们第一受体太多，第二个它一直在变，你挡这个受体，那明天它变另外一个受体，你又要再去找不完，我想这个是原因之一了。对，不过就是现在的科学，就是说就这样，就是等待进一步的那个发展。还有第三个问题，我一共五个问题问完就结束了啊，对不起。第三个问题没有提到那个这个 virus 哈，把喷嚏喷出来，在地上啊，它能够活多少时间就死掉，自然死掉，不会再传给别人。哦，这个可以多久哦？告诉你那个要看那个温度啊，空气啊。那一般说来，比如说你去那个 market， influenza virus， 比如说可以到30分钟，有的时候到2小时。所以要看那个，我有个 table， 就是说有多久，每个 virus 都有。那我们现在说这个冠状病毒到底多久？那个还没有研究出来，所以还没有报告。所以用了多久？我现在不能说。所以就是我们要 take precaution 这样子。还有第四个问题哈，我看了 CDC 介绍这个 virus 构造，这个 virus 呢，它外面有一个壳，你刚才有个图表很漂亮，有个壳包住它，这个壳哈。对温度非常 sensitive， 所以它一定温度高的时候呢，它会溶解，就没有办法 function。所以呢，冬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冷，比较容易 active。所以气候慢慢像春天、夏天后，它自然就慢慢会消失。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刚才黄医师提到的，你很乐观的说，在几个礼拜或者气候改变的话，是有这个影响？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病通常是在冬天的，那春天快到了，春天再过几天就到了，所以有可能，假如他那个林大夫说2个月，我说2个星期，那就6个星期好了。不过我们告诉你，我们都是这样猜测，就是林大夫也觉得会
不一定会掉下来。听说是八十，没有，我听说是八十度以上。听说八十度以上就会死。是听说了。对，不能听不晓，就听哪有人说。哈哈，就是什么报纸有讲过，还有一些对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对，对，就是还是跟你讲的有点像是对，还不确定。对，你说春天就跟气候有关系吗？我最后一个问题哈，刚刚已经提到关于一个 steroid 的问题，因为我本身也是有时候搞这个疾病重症的治疗啊，王医师有提到，就是类固醇 steroid 就是类固醇哈，类固醇有时候重症的时候最后没有办法就拿来试试看，其实在治疗里面根本没有什么 function， 没有什么 establish 就真正有效。只有少部分，比如说他刚刚提到这个脑炎的时候，那个脑会水肿，也许很早期就把它打进去，希望减少这个脑的水肿。除非这个以外的话，没有科学根据说用类固醇能够治病，只有治一些风湿病或者是这个过敏的病哈，治疗细菌病根本就没有用。啊，那再来病毒症的话有没有？完全不晓得，要听黄医师的那个指导啊。刚才听到说，我也刚想到问的问题，不过另外一位是已经解答了哈。因为目前你的治疗的方法就是支持性治法，支持性 supportive care， 没有针对这个外乳的治疗，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考虑到使用 antivirus？我们现在有目前不少的 antivirus 的药，比如说这个带状疱疹，我们有药，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 virus 都有效，就是 anti Tamiflu 啊，客流感都是 antivirus 的药，可是目前为止，也许是没有那么多的可以来做实验，所以目前还是好像没有做 standard 用这种药来治疗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 conclude 这个 conference 哈。不过我在座再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刚刚有人接到一些那个嘛哈，从那个就是 WHA 的那个报名表嘛哈。这次哈就是妇女会跟他们哈就是决定再次问鼎。那个日内瓦哈去做那边的宣传活动哈，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。而且刚刚那个侨委会的那个廖副主任也来，我也跟他讲过了哈，我们这个侨胞都是全力支持哈，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圈内哈，看这个盛场，这个没有话讲。所以说我们大家就能够，大家放心啦、啊，我想这个。会成为那个社区感染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小啊，所以说大家要尽管放心啊，也不用说刻意去戴口罩。当然，你如果感冒的话，你就要戴口罩，啊，就防止去传染给别人。而且，你如果真正的感冒的话，就是如果你在上班的话，也 call hospital， 啊，或者 call 你的那个 workplace 啊，你就说不要去上班。这个我想。现在在这个情况下，大家公司哈、学校都会那个都会考量的哈。那今天呢，很感谢大家来我们的 panelist 啊，啊这个是黄医师啊，那这个讲了很多，其实都是我们医生都以前都没有他的经历，他是专科的嘛。那今天目的很清楚啦，就是希望大家哈。对 coronavirus 要知己知彼啊！啊、哦，你要知道 coronavirus 它的危险性啊，你不要吓自己。知道这个现在在流行的东西，去分析啊，不要乱相信东西，还那些知道自己要怎么保护自己啊，不要吓自己。我、哦、这很重要，那我就会骗死的，还没有得到骗到自己吓死的，因为哈、哦。人的情绪对你的对身体的抵抗力是蛮重要的，这个已经都证明了。你要保持自己有自信去了解，啊，有不清楚了，尽量去问。
啊，让自己的心情知道怎么样保护自己，啊，让你的心情能够平静，啊，就度过这次的难关。我相信大家，像今天很多人没有来，就是真的有点怕了。不过我相信我们，其实我们刚开始应该问一下有没有人从武汉来，我应该先问一下啦。如果问的话，那我的口罩我就要用了哈。啊，就是反正我相信你从武汉大概自己不会跑到这里来哈。我相信大家，我们就是有一个心理，我们自己的 responsibility。那今天感谢大家的参加，我们感谢我们一次，谢谢大家。